奴才们给主子贺喜。 你们的国家也买鸟放生吗？不，我们不放生。放生是修德行善的好事。你们为什么不放生啊？因为我们不捉鸽子，鸽子可以自由自在的飞。那你们不吃鸽子吗？啊，不，鸽子吃我们。啊，鸽子吃人？对，鸽子吃我们喂它的东西。哦。传，圣母皇太后、母后皇太后的口谕，请皇上即刻到养心殿接见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浙江巡抚曾国荃。我说成败了。自古到少年之时，血气方刚，技之在色，您怎么就让皇上看这些邪门外道的东西啊？不关他的事，我叫他拿的。 我说皇上，您可是说大不大，说小嘛也不小了，您可不是孩子。对呀，我又不是孩子，还要你抱着我管着我。炸，小丸子，炸，你知道你这种行为叫什么吗？叫干预朝政。小心我宰了你！哎呦，奴才走道捡鸡毛也没那么大胆子。蹲着，炸，站住！ 小李子，别忘了你可是圣母皇太后派在皇上身边的人。有什么事，你要瞒着我，嘿嘿，你可小心着点。大叔，您放心吧，我呀是寸步不离皇上，我正有见眼巴前的事儿啊，向您说说呢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说呀！刚才呀，说呀，什么事？ 刚才两宫皇太后传口谕，请皇上去见两江总督呢。去你的！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，筹策无疑，谋勇兼备，知人善任，调度得宜。
恩赏加太子太保衔，赐封一等侯爵，世袭罔替，并赏双眼花翎。臣曾国藩叩谢皇上两宫皇太后圣恩，赐封曾国荃一等伯爵，钦此谢恩。听说在洪秀全天王府里金银财宝都堆成了山，是吗？是。这下可好了，咱们大库可以充裕充裕了。启奏皇太后，官兵破城之后，天王府已经被大火烧掉了。啊，烧掉了？怎么？那里面还剩下什么东西吗？据说天王府一连烧了七天七夜，到如今已经是片瓦无存了。哦，那金子呢？不是说真金不怕火炼吗？金子也烧了？听说李秀成临走的时候能带的都带走了。这么说，能带的都带走了，不能烧的也全烧了，是吗？这个都是李秀成临走下的命令。命令的好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太可惜了。烧得好。烧得好。太可惜了。本来嘛，我们姐儿俩想把天王府里的东西来犒赏三军的。这么一来嘛，就算你们自己犒赏你们自己吧。啊，好吧，你们都跪安吧。你们跪安吧。谢两宫皇太后皇上圣恩。我看这把火，算了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。问得太紧了，人家还会给咱们卖命啊。这些人太不像话。曾大人，您的帽子，哎呦，借一步说话吧。您瞧，多谢公公。不用谢了，好了，传名吧。我姓安，小子德海。哦，安公公，您可是圣母皇太后面前的大红人啊。不敢不敢。哎，我现在要递给您一个信儿。东太后为人慈祥仁和，西太后可明察秋毫，她对您这回火烧天王府的事儿不只是心知肚明，还知道您专打胜仗。打胜仗为了占城池，占城池为了封官库，封了官库带回家修宅子，咸丰九年您就起了一座大宅子，前有辕门，后有戏台，那不像是总督衙门，倒像个王府。这种僭越之罪可是要掉脑袋的，脑袋掉了碗大的疤。可您是文官呢，不戴帽子，这可啊。安公公，您的尺寸是Thank you.
小安子是你额娘的人，看在你额娘的份上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。本来想金陵克服了就有钱修圆明园了，这下可倒好。修什么园子？上上下下千疮百孔的，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。到长城宫去过了吗？没呢。快去吧，不然他又怪你这边跑得多，那边去的少了。是。回来以后别听人家瞎说，你额娘也不容易，27岁就守寡。听说安德海这王八蛋跟额娘……哎，别人这么说可以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？是真的，我在长城宫外边还听见小孩哭呢。哎，越说越不像话，快去吧。总有一天把他给宰了。胡说！总有一天把他宰了。你怎么？怎么这么不当心呢？怎么回事？啊，桂莲打烂了主子的莲子汤。不怪他，是我跑出来撞了他的。没事没事。哎呀，怎么那么大了，还跟小时候一样，老老实实。收拾收拾，给皇上擦擦。还傻愣着干什么？还不给皇上擦擦？没关系，衣不如新人不如旧，换一件吧。哟，你的？嗯，我姑妈给我的。哦，不要紧，改明我送你。谢皇上。桂莲。嗯，哪两个字？嗯，桂花的桂，连接的连。不是桂花莲子的莲呢、啊、不是啊，奴才是枣泥儿的。什么枣泥儿啊？奴才又不是元宵，干嘛要桂花莲子的？看不出你还挺调皮的。怎么办？西湖好玩吗？什么怎么办？大不了把他给嫁出去。我不是说他，是说我，都3个月了。是、啊、那不快打掉，再不去打不掉了。我才不打呢，还留着给安家传宗接代呢。你要是对我狼心狗肺，我就声张出去告诉人家你是假太监。好，走走。奴才怎么能说不好呢？对，你不能说不好。不好了，要上班了。桂莲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桂莲托我替他办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他不叫我告诉你，
哎，老爷子。自己要当心，啊！那我走了，姑妈。要当心呐、啊。嗯。是不是小李子跟您说什么了？没有。那你怎么来的？你能来，我不能来。这什么地方？这都什么人？这是慈宁宫啊，啊，寡妇大院。这儿住的都是嘉庆道观爷的几位妃子，皇上在世的时候，三宫六院的，他们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皇上的面儿。如今，他们捡点零绸子、碎缎子的，绣个荷包，做上雪面，叫老太监偷偷摸摸拿到外边换点零花。那是我姑妈。江西御窑厂监督唐世荣给老爷子特别烧的大婚瓷器，拿到养心殿给两位皇太后过目的。哎，桂莲在吗？在吧。啊。哎呀！小李子，在传恭亲王到养心殿来。扎回来，还有那个御窑厂那个唐生也给我叫来。扎
这每套有几个圆盒啊？就两个。拿另外一套替替。这恐怕来不及了。就拿来一套，剩下的全在海淀，这一下子怎么来得及呢？那你总得想个办法。宫里倒有一批次品，是挑出来准备扔的。那好，赶快给我拿来。大爷，快去呀！这要给两宫太后看出来，奴才可要掉脑袋的。你怕什么？有我呢！去！奴才遵旨，奴才遵旨。皇上也要先跟母后皇太后禀明一下，万一被圣母皇太后看出来，也好。好好，我这儿。怎么样，全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恭请两宫皇太后皇上圣安。平身。起来吧。平身吧。谢两宫皇太后。恭亲王，奴才在。这些瓷器一共烧了多少套啊？每套有多少件呢？大婚要用的222套，取双喜临门之意，每套222件，全是由江西景德镇官窑烧制，由唐英的后人唐世荣督造的。哦，唐世荣来了吗？臣在。乾隆年间内务府员外郎唐英是你什么人呢？是臣的曾祖父。哦，姐姐知道吧，乾隆年间的唐英和康熙时的郎延莹都是御窑瓷器的督造官，因为监制严谨，品质优良，所以又叫唐窑和郎窑。唐世荣。臣在。说说你们唐窑的好处。唐窑对采石、炼土、成胚、浮釉、涂彩要求的非常精细严格，因此烧出来的瓷器胎薄釉美，古朴大方，是纤巧秀丽。有道是薄如纸，明如镜，润如玉，声如磬。外国人说我们的官员昏聩蛮横、无知无能，连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。恭亲王，奴才在。你们干什么吃的？奴才该死。你们一个一个的，是眼睛瞎了还是目中无人？啊，说。我看，算了吧，大喜的事。不行。他们这种轻心大意，就是没有把我们孤儿寡妇放在眼里。
把唐世荣革职查办，立刻拉出去斩了。不关唐世荣的事，是儿臣一时不小心失手砸烂的，所以叫唐世荣拿次品带一带。你是算了吧，让他们再烧件好的补上吧。皇帝大婚之前总得图个吉利。好了，你们都起来吧。谢两公皇太后。事情倒是没什么。别让你多嘴。你知道这什么地方？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这。你知道太监干预朝政是什么罪过？这。快点，快点。太不像话了！依我看，还是照老规矩把她嫁出去算了。给她找个人家吧。行啊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你？不是。我二哥安德山呢？你可别跟我耍鬼啊！哎呦，奴才哪敢呢？奴才我还得伺候您呢。好吧，就这么办吧。长。姑娘，换上吧，换上吧，姑娘。还站着干嘛？滚！是。一个个张牙舞爪的，还把人家大姑娘吓着。安公公，您叫他们放我回宫吧，我回宫跟皇上见上一面，我就是死也甘心。哎，安公公，我求求你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就是皇上也不能让人家大姑娘一辈子不嫁人呢，啊，是不是？再说，嫁给我也不算委屈你啊，啊，是不是？你，不是你二哥吗？对呀，以后别叫我安公公了，就叫我二哥。哎呀！打人！放回去。何必呢？啊，大喜的日子，哎，放下。啊、放回去。放下。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，福不会享，我叫你自作自受。安德海，你不得好死！救命！放松，放松，放上！
楼上楼下的姑娘们见客了。走快点，走快点，走，快走，楼上楼下的姑娘们见客了。快，快点，走，快。小玉，小红，金花，翠宝。这不是画的挺好的吗？哭什么一个个的？可不是挺好的吗？皇上皇后好得像蜜里调油似的，从大婚到现在，奴才们还不知道皇上长得什么样呢。哎，宫里都是这样的吗？宫里的人都说了，我是您挑的，皇后是母后皇太后挑的，所以皇上特别讨厌我，还说母后皇太后是东宫，圣母皇太后是西宫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好了，别听他们嚼舌头，不会的，不会。奴才还听见皇上跟皇后唱您来着。唱我？唱我什么？三月三，老太后要上花果山。去，我上花果山干什么？说您上花果山找孙猴上西天呢。简直胡扯，我还找猪八戒呢。三月三，老太太要上花果山，想找孙猴上西天，烧着香儿捻枝捻儿，哎，茉莉花儿，烧要尖儿，哎，玉簪瓣儿嘞，茉莉花儿，哎，给皇上你请安，皇上你吉祥。哼，罢了，起来吧。谢皇上娘。哎，我来的不是时候，打扰了你们的清幸。你们接着玩吧，我走了。皇后娘，没事没事，皇后再教我两句民谣。哦，唱民谣就唱民谣好了，把我编排进去干什么？没有啊，没编排你什么。没有。哼，我听得一清二楚，说什么老太后要上花果山，还要找孙猴上西天。哦，您听错了，不是老太后，是老太太。哦，你们嫌我老了。哼，十一年内忧外患的，我能不老吗？我把你养这么大了，我能不老吗？我看咱们把奶妈辞了吧，你们都会打花巴掌了。皇额娘，我……你等会儿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让我们娘儿几个唠唠嗑。是。你今年几岁了？十七了。十七岁也该有个人样了。
我就不信你那位状元爸爸把你教导成这个样子。皇阿娘，我，你应该记住，你不是普通人，你是皇后，你是统摄六宫母仪天下的皇后。皇阿娘，不要你插嘴。皇额娘，你还记得我这个娘啊？怪不得人家说，娶了媳妇儿忘了娘。你忘了我没什么关系，可是你不能忘了祖宗的家法，不能忘了江山社稷，不能忘了全国黎民百姓等着你去当家做主。你躺在这里打花巴掌。我一生好强，偏偏生个儿子，不替我争气。皇额娘，我问问你，为什么大婚之后，你连惠妃的宫里去都不去一趟？你这是因为我不喜欢他？还是因为他而讨厌我？说，皇额娘，我过来点吉祥的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这一个月里，你给我修心养性，好好念书，谁也不许找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哎，这不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这是王羲之的书法。有道是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。嘿嘿嘿，赵的，这画的谁呀？是乾隆爷的外宠，京师著名的三姑娘思春图。怎么个外宠？传说在这儿有一条地道，一直通到前门外三姑娘的住处，老祖宗一高兴就去溜达溜达。啊，听老爷子说呀，到外面去溜达溜达呢，那还得了。去天桥了，天桥。哎，你马上派两个人跟着老爷子，出点差错我可为你说。哎，我说天桥，这个道天桥，这个天桥本是皇上拜天的桥，只皆因当今的天子年年拜天坛，他求苍天保佑那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五谷丰登的太平年。哎，如今的天桥五行八座样样有，藏龙卧虎是非等闲。这茶馆、酒馆、烙子馆，说评书大鼓样样全，变戏法的快手炉，嘿，快手炉。耍盘子的名叫贺兰山，他名字就叫贺兰山。满天飞的杠子盘的好，睡觉的假三耍中翻，嘿，左单山右单山，怀中抱月单提剑，这个拇指单挑朝山一炷香，嘴咬翻根撑牙剑。您在这儿拔牙锯腿不用上麻药，相面算卦的赛神仙，您飞的爸爸飞不动，大家的爷爷拉洋鞭，剃头的师傅可手艺好，曲耳打眼外加五花拳，外加五花拳，坑火砸石吞宝剑，钢叉耍的飞上了天，钢叉耍的飞上了天。哎，大王
最迷人是昆苏果，这唱小曲儿的小妞个顶个的赛貂蝉，这小姑娘假情假意的唱小曲儿，阔大爷真懂真心花大钱。窑子里的姑娘飞媚眼儿，连拉带扯的把门关，嘿，连拉带扯的把门关。楼上楼下的姑娘们见客了，哎，走啊，小胡，金花，桂莲，见客了。翠宝，大玉，刚刚那个人真的是皇上？得了，你到现在还不死心呢、啊？这女的乾隆爷三下江南呢，一个人下还不说，后面跟着的明明就是小李子嘛。你偷东西！哎，你没看他抢我东西、啊？站住！孙辈，站住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啊！哦！哎呀！哦！啊！哦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啊！把皇上的忠孝带给解下来，炸了。皇上，万岁爷，奴才可是奉旨行事，您呢多包涵。放肆！你给我站远点。炸！我自己来。你认识这两个字吗？忠孝。站好一点。忠孝，你连出必告反必省的道理都不知道，还谈什么孝？忠臣出于孝子之门，你不孝还谈什么忠？你身为皇帝万圣之尊，至贵至重，怎么可以轻举妄动、闲游散逛？啊！儿臣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！住口！装死是不是？来人呢？谢圣母皇太后的板子。老实点。哎，说，你到哪儿去了？儿臣为了庆贺皇额宁的四十大寿，想把圆明园修复起来，所以到圆明园看了看。哦，谢谢你的孝心。圆明园以后呢？以后，这个回圣母皇太后，由圆明园回宫，骡子惊了，把车给一直拉到天。闭嘴！说，是不是上天桥去了？不是，回圣母皇太后，皇上不是上天桥，是下天桥。下天桥。什么叫下天桥？说，下天桥就是皇上效法康熙和乾隆两位老祖宗六下江南，所以就下天桥。胡说八道，顿着下起哄。
康熙爷说，一事不谨，即一四海之忧；一时不谨，即一百世之乱。你这种行为，要叫天下老百姓知道了还得了？你和两位老祖宗比，乾隆爷是十全老人，有十大武功，你有什么功？皇上会拉大弓，打弹弓，会写天下为公，他另有一功啊。你板子还没有挨够是不是？乾隆爷六次南巡，四次东巡，五次西巡，那是太平盛世。有道是乾隆年笑呵呵，一个制钱俩不。天桥的茶汤也是一个制钱一碗。把他拉下去。停！哎呦，哎呦！我看算了吧。该打的打了，该罚的也罚了。哎，你也真是，都成了亲，亲了政，还像个孩子。人家老祖宗下江南也没下过天桥啊。乾隆爷就下过天桥吗？啊？还下边？红星楼还有摊坐过的椅子呢。哎呀，还最犟！站住！就这么走了。儿臣谢母后皇太后、圣母皇太后的训导。皇上，我在天桥看见桂莲了。桂莲，天桥什么地方？聚美园。冰糖。拿钱来，给钱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逛窑在这看房子？给钱。先给钱？多新鲜呢！哼，给钱就给钱嘛，你踹我一脚干嘛？金凤，小玉，桂莲，莲生桂子的桂，莲生桂子的莲。桂林，桂林，桂花。哎，快点快点，走快两步，走快两步。桂林，桂花的桂，莲子的莲，桂林。都齐了，走吧。要不给您叫我们这大红人，是匹活马，有名的活马桂莲。活马？嗯，什么活马？哦，嗯，您试试，真的。桂莲上盘的。哎哎。给钱？给嘛钱呢？给钱呢你！哎呦，你咬人你！哎，你不给钱呢？给钱！给嘛钱呢？一口肿的跟掏的，还给钱呢？操你妈！给嘛钱呢？啊？不给钱呢你？这不给钱呢你？你有毛病？我没法给你钱呢啊！哎呦，二逼！小子！你讲不讲理呀？我要是不给钱你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不给钱呢？你为什么不给钱？白玩！又玩不给钱呢？玩玩不给钱呢？白玩！不给钱！白玩！想得美呀你门儿啊！不给钱，
你八大胡同去打听打听，你祖奶奶不是好惹的，不给钱。说一说英法联军呐、哦、火烧圆明园。圆明园有148景楼，前后修了啊100年呐、哦、哎。松翠柏神仙树，瑶草奇花并蒂莲，大水法圆阴关，武林春色太平川，福海里长喊呐、哦、安乐度呐、哦，那春色无边呐、啊，哎，探知探到长毛造反点自乱，洋鬼子趁虚而入来犯边，英法联军呐、哦，攻破了大。我亲政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重修圆明园，要让那些英法夷人知道我们是烧不尽也烧不光的。明年，明年是皇太后的40大庆，我要重修圆明园，让两位太后颐养天年。皇上孝心可感，天下臣民不应有不胜怀。不过这么庞大的工程最少也要1000万两。我们用兵多年，江浙一带有旱魃为虐，再说当此军务未平而民生困苦流离，再加以皇上大婚和亲政大典都用了不少。我刚一亲政，乍一开口，你们就一大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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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不能全修，修少一点可以吧？大库里没钱，你们想着办法孝敬一点行吧？看你们一个个吃的脑满肠肥的样子，没钱？你没钱？你没钱？还是你没钱？我告诉你们，真正有钱的马上给我出钱，假装没钱的也得给我想办法弄钱。看叫你们做点小事就诚惶诚恐的样子。没钱，一个个吃的像个猪，你们没钱。恭亲王，奴才在。你给我查一查，现在圆明园148顷里到底还留下多少处？大概有13处，另外彭岛瑶台、斜旗曲、藏春屋都还留着。好，马上传旨下去找那个样子雷，雷什么来着？雷思齐。对，雷思齐，叫他烫样成蓝，先修正大光明殿，让圆明园重放光明，然后再修天地一家春，让两位皇太后与天下臣民同沐春风。10月初10是您的大寿，普天同庆的日子，加上皇上的大婚，更是喜上加喜。皇上正赶着替您修园子呢，奴才也得给您尽点孝心呢。
那你打算怎么孝敬我？奴才想到江南给您筹办寿礼，叫他们苏杭两州制造厂的给您支点新鲜样子，您不能每年都是陆贺同春吧？你不知道本朝的祖制是不准太监出京的吗？祖制，祖制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，您说改还有人敢言语啊？祖制还没有垂帘听政呢，您这不也垂了帘也听了政了？猴崽子，去可是去啊，你得小心点儿。扎，很多人都等着抓你的小辫子。扎，哎呦，兔蛋。不是来了吗？安大海呀，见了太监。你们说，本朝240多年以来，有没有出过这样胆大妄为、狂妄到了极点的太监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请皇上息怒，这件事该如何处置，要好好合计合计。合计？还合计什么？这样的人不该杀，那该杀谁啊？明山，奴才在。安德海归你们内务府管。你说太监出京该什么罪？不过那安德海是圣母皇太后宫里面的管事，还请皇上格外开恩吧。你既然知道保全圣母皇太后位下的人，你为什么不劝劝小安子？你为什么不拦着他？那么就是你，就是你纵容的犯法。他居然敢大胆地打着三租屋的旗号，你知道三租屋是什么意思吗？奴才谦虚。我告诉你，春秋上说，中有三租屋，三租屋青鸟也，为西王母取食，在昆虚之北。这个安德海居然自比替西王母取食的三足乌。那谁是西王母？那谁是西王母？他假穿意志，也不知道搂了多少昧心钱。他家里一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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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很多违禁的东西。恭亲王，奴才在。你先抄他的家，然后你说怎么办？有三个办法：第一，拿问到京；第二，就地审问；第三，就地正法。对，就地正法。去去，好，就按照第三个办法，马上将这个丁宝珍把安德海就地正法。张头，您到京里给我捎个信儿啊！啊，哎，劳您家了。圣母皇太后就算发脾气，也不过像春天的雷一样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少废话，安德海的家抄了没有？抄了，这下子大库可发了，他家里金银宝贝堆成山，光如意就……你有完没完？哎，奴才这是给您报喜啊！走快两步，说给皇太后请安来了。扎，回圣母皇太后，皇上给您请安来了。叫他进来。扎，怎么说？叫他进来。皇额内吉祥。
回圣母皇太后，皇上给您请安来了。当我瞎子？你们都下去。站起来。谢皇额娘。你翅膀长硬了是不是？嗯。儿臣。听说，你把小安子家给抄了，是吗？是。为什么？山东巡抚丁宝桢上了个折子，说安德海伪制出宫，一路上招摇撞骗，假传遗旨，无法无天，所以。为什么不先问问我？你怎么知道安德海假传遗旨？太监私自出京是大不赦的罪过，皇额娘怎么会不知道？况且，他还打着三足乌的旗号，挂起龙袍，让大家磕头，就像有了尚方宝剑一样。所以，儿臣连夜召集了恭亲王和军机大臣们，叫他们派了600里停骑给丁宝桢，把安德海怎么样？就地正法。你为什么不先请示请示我，就召见军机大臣？儿臣知道皇额娘欠安，不敢给您添麻烦。好，算你孝顺。不过你别忘了，安德海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当年八个顾命大臣在承德挟制我们的时候，就是他偷偷跑到北京去见你六叔的。可是没什么可是，你能派600里停骑把安德海就地正法，我就能派800里停骑把他押解回京。他太监安德海假传遗旨，假冒钦差，一路招摇出京，是为违反组织者，经转奏朝廷，敕令毋庸审讯，即行就地正法。因外界谣传安德海为假太监，故报失3日已正式停。山东巡抚丁宝桢。报失3日？可不是嘛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这个丁宝桢也真是的，杀就杀吧。还把我安德叔啊拖了个精光镜的尸横十字路口，叫大家伙足足免费这么一参观，招谁惹谁了？您瞧，少废话。他们看了尸首怎么说？说什么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见黄河不死心，这下黄的白的都看清楚了，所以谣言也就没了。本来有什么谣言？说圣母皇太后对他好，因为安德海是个假太监，因为安德海是个假太监，所以圣母皇太后对他好。你有完没完呢？渣！那么安德海到底是不是个假太监？嘿，千真万确是个假的。什么是假的？谣言呢？谣言是假的，哪有假太监呢？我倒想假来着，怎么假得了啊？别说假了，藕断丝连都不行啊，早一刀两断了。官强，滚下去。扎，回来。扎，传我的遗旨给军机处，说丁宝桢的差当得不错，传令加上。哟，那我安德叔白假了。什么白假？不，我是说白死了，到哪儿申冤告状去啊？滚下去。扎。迎面儿不
传太医了吗？传了。哼，都到了这个份上了，他还一天到晚的缠着皇上，真不要脸。于妃是皇后的亲姑姑，是状元崇仪的亲妹妹。他说啊，崇仪整天的寻花问柳，所以啊，就得了一身的脏病。脏病？什么叫脏病？就是花柳病，杨梅大疮会过人的。所以说皇上得的不是天花，是脏病，是皇后过给他的脏病。脏病跟天花有什么不同？得了脏病浑身发臭，天花不臭。皇后还有三个月就要生了，这孩子就是啊。哎，以后大清朝的龙子龙孙呢，怎么得了哦？听人家说啊，他生孩子以后也要当太后呢。什么？他说啊，万一皇上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他也要垂帘听政，那时候他是太后，您就是太皇太后，国家大事就不用您操心了，您这位太皇太后啊，就厚厚了您呢。还有三个月就要生了，恐怕皇上等不了三个月了。把手拿出来，我叫你把手拿出来。皇额娘，哼，你真不要脸，都到了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放过他，出来。皇额娘，皇额娘，没你什么事，好好养病，跟我出来。过来，把手伸出来。之将亡必出妖孽，从你进了宫，我们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。妻贤夫祸少，子孝父心宽，你一天到晚在皇上面前挑唆，害得他看见我就跟看见鬼似的。我怎么挑唆了？你还不认？惠妃，嗯，你跟他说。哟，还用我说呀？宫里宫外谁不知道啊，大街小巷孩子们都在那儿唱呢。皇后选在君王侧，六宫粉黛无颜色，皇后夜夜枕头风，三宫六院不安宁。什么叫枕头风？枕头风你都不知道，就是妇人枕边之言。既然是枕边之言，外人怎么知道？这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少跟他废话，张嘴。我张嘴。哎，皇后，这可是圣母皇太后的旨意，您可别见怪呀。
放肆！我是奉天地祖宗之命，由大清门抬进来的中宫皇后，你有什么资格打我？哦，你是大清门抬进来的中宫皇后，我们都是旁门左道的妃子。好，说得好，你过来。跪下。把头抬起来。哟，这就是大清门抬进来的货色。哼，你也配拿天地祖宗来压我？我告诉你，你是我立的，我就是你的天地祖宗，知道吗？嗯，我能够立你做中宫，我也就能够把你废入冷宫。圣母皇太后送来的，说是偏方。偏方？哎，你已经吃了几副了，再吃一剂就圣宫大安了。回圣母皇太后，母后皇太后驾临长春宫。姐姐吉祥。给母后皇太后请安。起来。怎么，你脸色不大对吗？是啊，还不是为了……不用多嘴。哼，我看你是怕了吧。暗使亏心，神目如电。
你要是走得正行得正，也就不必担惊害怕了。呀，我们姐俩说话一直是直来直去的，今儿个怎么打起哑谜来了？站着说话。十几年来，我跟你都是平起平坐，那是因为我时时容忍你，处处让着你。可谁知道你得寸进尺，越来越不像话。姐姐，我没你这样的好妹妹。今天咱们就分个大小西东，立个规矩方圆。我问你，什么叫东？什么叫西？东为正，西为负。那还好，你还没糊涂到连东西南北都不分。我再问你，常说的池塘池塘，什么叫池？什么叫塘？方为池，圆为塘。什么是泉？什么是横？泉是秤砣，横是秤杆。你既然知道东西方圆，是非权衡，为什么还整天胡作非为？你一向心狠手辣，杀肃顺，除三奸，那是为了祖宗的基业。我不说你什么，你骄纵安德海，私出宫禁，害得他身首异地，那也是他罪有应得。我也不说你什么，可是你居然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放过，你于心何忍呢？你明知道皇后怀了七个月的身孕，你居然对她拳打脚踢，又倒是虎毒不吃子啊！你，姐姐，娘，我没念过什么书，我只念过一本《三字经》，记得上面说，窦燕山有一方，叫五子，名巨阳。我们只有一个儿子，都教导不好。我，姐姐，我知道棒打出孝子，教养忤逆儿的道理。不管遇到什么事，都是我做白脸的曹操，姐姐做红脸的关公。我就是碰他一根手指头，你也不开心啊。他从小就身子骨单薄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大婚之后他亲了政，也不算什么坏皇帝啊。可是你还是跟他争权夺势，为了私心听别人挑唆，居然连皇后的面都不让他见，逼得他微服私游，跑出宫禁，才误入歧途，染了一身的病。你断送了自己的儿子，折磨了自己的儿媳妇是小事，你把大清朝的江山社稷给断送了，这与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上何以对列祖列宗，下何以对臣民百姓？你训斥别人老是家法家法的，今天我也要用一用家法。姐姐，姐姐，您可以使用您的权柄，可您得容我把话说完呢。说。姐姐，在别人眼里我们是高高在上，可是又有谁知道我们高处不胜寒的滋味？又有谁知道我们天生的命苦？我27，你25，我们就双双守寡。您说您没念过几天书，我又认识几个字？白天面对着内忧外患，千头万绪，晚上我们独守空围，痛苦煎熬，这些都有谁知道？我们又跟谁去说？我们在避暑山庄被肃顺他们欺负的大气儿都喘不过来，6岁的皇帝把尿都吓到您身上，
我们两个寡妇，一个孤儿，哭成一片。姐姐，您天性慈祥仁和，要是我也是一个软弱无能之辈，我们还能过五关斩六将的熬到今天。可是皇帝他好了疮疤忘了疼，长大了一点都不争气，到处寻花问柳，惹了一身的脏病，害得我们子孙万代都洗不清。太医们不敢说真话，满朝文武又瞎疑心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，是您不知道还是我不知道？没有事我不惹事，有了事我也不怕事。我宁愿您说我心狠手辣，也不愿意别人说我们姐俩妇人之仁。况且毒蛇咬手，壮士断腕是古之名训，所以我当机立断了。姐姐，今天我好高兴听到您的声音，知道您中气十足，圣功康泰，看到您无比坚强的样子，就知道这么多年的千锤百炼使您的绕指柔变成了百炼钢。那么您对我的谅解和不谅解都是小事。姐姐，我的话说完了，杀剐存留，悉听尊便吧。皇额娘，妹妹怎么了？妹妹，皇额娘，妹妹啊，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他听太医说，您头晕的老毛病有一个偏方，就是人参骨玉汤，其实那就是雍正的骨肉做药引子，所以他……妹妹，妹妹，我对不起你，你这样对我，我还多心，文宗也对不起你，还这样肆意你。